小伙伴们好，我是星星，又到了咱们的樱花时间。最近樱花小镇流传着一个传说，就是通过反光的东西可以看见另外一个世界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？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。哎呀，反正不管是不是真的，试一试就知道了。走走走走，咱们先把邻居叫上。这么好玩的事情怎么能少得了我的邻居呢？是吧？嗨，邻居。邻居，你今天真的依旧帅帅的，和我超搭。我们今天又是搭配的一天。好了好了，不说这些了。哎，邻居，我告诉你，最近我听说一个传闻，通过反光的东西可以看见另一个世界，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。快快快，跟我来，我们两个试验一下，看是不是真的。就在这里吧，这里宽敞。我来看看反光的东西。最开始出现的地方好像就是婴儿瓶，哎，就是这个，邻居快看，就是这个东西。他们说透过这个东西能看见另一个世界，不过貌似有点小哈，看不见。没关系没关系，我调大一点，我把它变大一点。哎，能看见了！哇，你们看，里面真的是另一个地方。这个地方，这地方好眼熟啊！不是后面，你们看。这个地方我真的是越看越眼熟。那我仔细看一下，像不像桃子柱？换个方向看一下，哦，这里有阳光，看不太清楚了。哎，这里有点像某个路口。哦，对，像一个路口。等等啊，难道是我们家这个路口？因为我在里面看见那个电线杆嘛。这个路口像吗？感觉有点像哈。但是那个建筑有点像桃子组的那个建筑。那既然里面有这个路口的话，我放个东西看一下。传闻不是说什么东西都能看见吗？那么我们就拿一座墙出来，然后把它的材质改一下。哇，真的可以！这么看更大了。不过这么看的话，好像不是桃子组了。在后面也没有东西啊。我猜错了，不是桃子组。我再加一块看一下，我看一下它周围的环境。哎，哎呀，这个大树真的是，这怎么办？应该不影响吧？它就这么一小块。我看一下影不影响。还好，不太影响，能看见。哇，它正面映照出的是海，好像是海吧，海旁边的一个悬崖，左边一块是房子，右边一块是海，这跨越也太大了吧。天上的话没什么不同。等等，我再来一块看一下，这每一块映照的世界都不一样。这块呢？咦？这是个路口吗？感觉好像是房子中间的一条很长的马路。
哇，我放出了三面墙，映照出了三个不同的地方，我完全不知道这是哪里。所以小伙伴们，你们知道这些地方是哪里吗？